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就继续来看财神法会的系列报道，那就是在黄帝雷藏寺莲生法王卢胜彦主坛瑶池金母水供大法会，我们就继续来听什么是生机法以及看风水的口诀。这边呢、黄帝雷藏寺里面呢、它本身就有生机的作用，有生机。因为我以前来看，这里是状元穴，是蜈蚣状元穴，蜈蚣状元穴。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啊，我不用脚去踩那个，他们要印我的手模跟脚模，我不愿意印脚模，我用手模，因为蜈蚣本身啊，它本身有很多只手，很多的手，很多的脚。很多手，很多的脚。我用手的意思是这样子，用手，我们人啊本身要用手脚去赚钱，但是我用四只手的意思就是说，用四只手啊抓钱抓得快，因为脚呢不能抓钱啊，只能用手去抓钱呢、对不对？这蜈蚣本身呢、有很多只那个，以前有一个笑话说蜈蚣啊要看他的手到底哪一只是手啊，哪一只是脚啊，你分得清楚吗？大家都分不清楚啊。啊，有一个小孩子想出来叫蜈蚣啊去爬那个大便，爬大便是干什么啊？因为可以看出他的手在哪里，因为他捂住鼻子的那个一定是他的手啊，捂住鼻子的一定是他的手啊。啊，师尊印了两个手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进到这个黄帝雷藏寺，你们都有四只手，抓得比别人还快。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了，刚刚忘了讲，沙卡究极，这个天帝啊，为什么要让这个天女去抓钱？因为啊，天女是最漂亮的，把它变成，她犯了戒，就把它变成究极，就变成最丑。为什么要让她去抓钱呢？世上的钱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所以你居然是那么亲近，那么漂亮的，就漂亮的变成究极了。那天底下最脏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钱呐。所以叫你去咬钱，嘎吉呀，嘎吉。就是咬那个最脏的东西。你说世界上最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钱嘛，对不对？你数钞票啊，你那个钞票拿起来数好以后，还现在讲卫生啊，以前银行的人员啊，数一数，还嘴手沾一下，很不卫生的啦，那是最脏的，所有的人的手都去摸的。那个钱是流来流去的，都是用手去摸的，摸到最后钱是全世界上最脏的东西呀、你还敢用那个吗？用水啊，用水去数，现在用点钞机了，不用手的了。所以这个三角究极要咬钱，会咬钱，它的意义在这里，就是咬世界上最脏的东西。但是呢，你不要看世界上最脏的东西哦。刚刚有一个人讲啊、有一个贵宾讲了，不是一个人，有贵宾讲，那个钱不是万能，那没有钱呢，万万不能。啊，师尊再补一句啊，有钱会烦恼。
那没有钱的更烦恼。所以啊，今天来的人啊，都让他变成有钱人，我们变作富亚郎了。再讲一下生机吧。这个生机啊，原来是这样子的，我们人本身有地水火风的气，人本身的是有元气的啊，有元气。那个日本人写信呢、啊，很喜欢这样子写，你用过啊，这个你用进啊，写这个日本文啊，这个甚至于他问候人家啊，元气阿路，元气阿路啊，就是有气，有神气，有元气，你的元气在，你才能够去救急呀。你没有元气，你揪什么紧呀、啊？对不对？人如果生病了，他这个什么都不要，连钱也不要了，只要病好。这个但是呢，你要赚钱，一定要你的精神好，你才能够赚钱呢、啊。那昨天晚上呢，我就是因为黄帝雷藏寺要做法会。早上九点的那个高铁要上来啊，我就这十二点上床，说想睡七个小时，七点起床，结果一上床就睡不着，因为想到黄帝雷藏是这个今天讲的都是钱钱钱，满脑袋都是钱，所以就睡不着了。这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啊，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啊，心中有钱啊，所以没有睡啊，那自己钱多啊，半夜起来啊，摸一摸看看钱还没有在不在啊。这个想到钱也睡不着，这个所以在高铁上就才三十分钟了，三十几分钟，他马上就到桃园，眼睛就闭一下，就眯了一下，眼睛前面也发金光啊，都是黄金呢，都是黄金呢，也眯了一下，啊，刚刚到了黄帝雷藏寺啊，我没地方休息，啊，因为休息你必须要休息一下才有精神说法啊，啊，现在精神怎么这么好啊？就是因为啊。因为我躲到厕所里面，啊，躲到厕所，搬一个椅子到厕所里面。我跟你讲是真的哦，我讲的是真的，搬一个椅子站进厕所里面呢、啊，我就坐在这个马桶的旁边呢、啊，就睡了，睡了半个小时就有精神。小睡半个小时啊，精神就来了。为什么你睡半个小时啊？这个在高铁睡个三分钟，在这边睡个半个小时，精神那么好啊？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有做生机啊。这个生机就是说用地气啊在推你，它把你身上的气没有了，地的气加在你身上，就等于 double。你有地气在你的身上，你的元气啊，元气就阿路啊，元气就有啦啊。这个再大的法会也不怕，照样讲啊，照样说啊，啊，精神抖擞啊，啊，非常的好。你看我做了一整天的工作啊，其实回来精神也蛮好的啦。我还可以运动一个小时多呢，对不对？要那个伏地挺身啊，仰卧起坐啊，拜佛啊，通通都要做的。这个元气有，就是靠的是生机，因为生机你做得好。这里是悟功状元穴啊，状元穴，牙缸的状元穴，牙缸的状元穴。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脚，很多很多的脉伸出去，马来西亚是上支线的，上支线只有三支脚，这有很多脚，所以哦，是亚冈的状元线，亚冈状元线，你这个这边在这里，这皇帝大庙、皇帝雷藏寺本身树立在这里，就树立在这个宝穴之上，在这里本身地气跟灵气就是很厚的，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做生机啊，生机的原理啊，后面有靠，后面有靠，后面高前面低啊，两边有抱，有杀手啊，有抱住你，抱住你这个宝穴啊，皇帝雷藏是皇帝人，前面有灶，前面一定有水，前面一定有水，那个水光会照射过来，会照到这个庙过来，前面有灶，灶中有炮，灶中又有岛鱼，又有岛，一个溪体，又有溪体，又有山脉，就是有炮，意思就是讲这个基本的原理，后面有靠，两边有抱，前面有罩，罩中有炮，这个就是黑的谢的地方，谢啊，不是阿弥陀佛谢，不是那个谢，而是宝盖两一个八，那个谢啊，那个谢，就是这个就是亚冈总元穴，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做，这里气最厚，可以做生机啊，这个可以，这个皇帝雷藏寺本身就可以做生机。那么生机啊，最重要的原理啊，其实风水，现在的人讲风水啊，我看那个电视上啊，经常有人讲那个哪里放什么东西就会发财啊，啊，我看过，好像有一个啊，叫人家用一个水瓶，那么水里面啊，里面装一些水，再发上，再加上几个铜钱，七个铜钱，那么放在财库位，这个铜钱是属金，那么水就是水，那么金生水。说金生水就会花，我觉得哈、哦，这块呢较俗的，这个荷兰方面啦。啊，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胜彦于5月15日从桃园机场返回美国西雅图，在机场，我们可以从盛大的欢送场面看到了台湾的弟子对莲生活佛卢胜彦的热情和不舍，整个机场爆满欢送的人潮。也感动了师尊和师母，无论莲生活佛在台湾或在西雅图，我们都要继续的敬师重法实修以及护持卢胜彦文集。这段时间莲生法王的弘法行程，欢迎您参考真佛报以及收看网络直播密圣全球资讯网，详情请电台湾雷藏寺0492312992。你要叫人家阳宅本身来讲起来，它点在这个穴上，点在那黑的起在那个黑的所在啊，然后有地气通过，最重要的，不管你是佛人或者是阴宅，它必须要有地气通过，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你地上没有气，绝对不盖房子。你到那个沙滩上去盖房子看看，那个都是没有气的。岩石上盖房子也是没有气的，你是岩石跟沙的中间，抓一把土有粘性的，稍微有一点粘性，也不能太粘，那个就是表示有气的地。你在当地抓一把土，能够粘起来结成一团，哦，但是不是粘土哦，粘土也不会有气哦，抓起来一把张开，它结成一团的，那表示地有气。你抓起来是石头的，没有气；你抓起来是沙的，它会散掉，是没有气的。另外，风水师可以看地气，这个气是从哪里流来，流向哪里，都可以看的。我们叫做跨流。另外呢，点是地气集中的地方，你来做你的住家，这个就旺。那么今天呢，跟大听说有灌顶这个生机法，那么灌顶生机法是希望你身上的地水火风，加上了生机的灌顶的气在你里面，你如果做了生机，它就会跟你相应，就会进到你里面。有生机的话，气就集中在你里面，你跟地合一，地气跟人气合一，你就得到了两个，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一个是人，这叫三财。你天有福报给你，地有地气加持，你人本身又有福分，又有良知，又有善心，这样子三财集合起来，你就是一个大富大贵大善人。那么做生机主要两个条件，地有气，地气集中之点，你点到了，在那里做生机。那么不管你那个杀手，当然杀手就是贵人了，啊，两边又有杀手最好，前面又有财库，这个水库，或者是说有河流，有这个河流转弯的地方，顺宫的地方，那么不管水东流或者水西流、水南流、水北流，你不管，等到那个地气的年运到了，你自然就会发达。啊，这个是生机法的要诀。当然啦，你如果做个人的生机，你要注意方向，要合于你的方向，所谓三合啊，所谓三合，这个海包围啊，自由跳啦，啊，引偶术啦，啊，然后心诸行啦，啊，这个我用台语讲，因为这个叫做合于你的生命磁相，要懂得立方向，懂得立方向啊，懂得立相。你个人的生机要懂得立相，如果是大众的生机就不需要立相啊，不用立方向。只要有杀手就有贵人，只要前面有水，这个在风水讲起来，这个高一寸就是山，低一寸就是水啊。我不是讲说哦，我们看到水了哦，看到水了，这一定会发，不是的。低一寸就是水，高一寸就是山。哦，这个差别在这里。你懂得看什么？哦，风水，风水，你都不知道。这个当然，山顶上好看风水，你平地上要看水，在山上要看山看水，在平阳龙平阳，在平地上。像台北盆地啊，台北的这个桃园的这个盆地里面，你如何在平地里面看水，要看看风水，要看它的水怎么流，哪里会结气。
啊，那个看它自然的水沟怎么流，不是人工制造的那个水沟，而是自然的水沟是怎么样子流的。这个风水师一看就知道地气在哪里啊，这是做生机法的所谓最主要的五个要点。有气就是来龙，气集中就是穴，然后周围的就是贵人，贵人，然后再看这个前面的水是怎么样子流的，最后呢看方向，看你个人的生命磁相呢。啊，这样大家懂不懂？哦，回去就要变成这个风水师了，你们回去就变风水师了。其实风水很重要的，其中的细节很多，其中的细节很多，不是那么简单的，讲几句你们就懂。这只是简单跟你介绍，等一下要灌顶这个生机法啊，最重要的啊，让你的身体这个地的气能够跟你身上的气互相结合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你看吗？有一个小姐啊，她在网站上征婚，最重要的就是她要两个条件，要有房子，要有很多钱，她两个条件而已哦。结果他从电脑里面搜寻到大富翁游戏包，大富翁游戏包啊。后来他仍然不服输，又继续输入，第一个要帅的，要有车子。结果电脑搜寻到出来个象棋啊，象棋有帅啊，有鸡呀，有车子啊，啊，这个女子，这个小姐非常的激动，再继续输入，要有房子，要有很多钱，又要帅，又要有车子。这个电脑跑了一回，搜寻到大富翁公司游戏超值包，内含象棋加大富翁游戏。这个佛法要修资粮道，资粮道很重要啊！你只要有钱，就讲了，就是刚刚那个那位贵宾讲的，有钱也有所不能，没有钱万万不能啊。所以修资粮道还是很重要的，哎，不过不要太随便相信那个相命仙，也不要太相信风水师，因为他们都是有几招的高手，这里告诉你啊。啊，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好久没有下雨，有一个农夫啊，就去问那个算命先生，什么时候才会有雨？算命先生就递给他一叠纸条，就是给他一个纸条了，这个是天机不可以泄露的。到下雨的时候啊，你才能够拿出来看，否则就泄露了天机，会很危险的。三天以后终于下起雨，农夫想起这个算命先生的话，拿出纸条一看，上面写着今天有雨。农夫就很惊讶，哇，果然算命算得准啊。所以不要随便给人家算命，
啊，也不要随便那个给人家这个看什么风水啊，因为风水的跟算命的嘴咯，拢糊里里，拢糊里里的。啊，今天要猜这个，明天要猜那个风水啊，经常叫你猜这个猜那个猜那个猜的，这无猜不是风水师。啊，师尊以前给人家看风水，从来不叫人家猜，只叫人家怎么改，改的话是怎么改，不会叫你猜东门啊、关西门或者做什么大的变动。其实只要懂得五行，只要懂得五行，只要懂得如何生克，你就有办法帮助他，让他能够发福，发福不是大哭，发福分呐、啊，发出福分。生机法很重要，这个财神法也很重要。其实我们密教修财神法，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什么？为了你的资粮啊。然后你为了钱，你才肯修行。但你修了法以后，你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是在你的精神，而不在物质。先用物，先以欲钩之啊，再令入佛道。必须要让你先有钱，你有了感应，你自然能够进入佛门，好好的修你的心灵上的这个素养啊，心灵上得到高很高的这个很尊贵的这一种素养啊，像佛一样能够自在自如，而且能够寡欲清心，这个是最重要的。等下还有接财神，所以我今天这个说法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Om Mani Padme Hum。祝大家身体健康，财运亨通，大发。